列车组列车上吸烟，属违法行为。违反时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并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，同时还将记录个人身份信息纳入铁路旅客信用信息记录管理。铁路公安郑重提醒。 列车车厢和卫生间内均安装有烟雾报警装置，吸烟会触发报警，危及行车安全，造成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。请您不要在列车任何部位吸烟，否则将依法追究吸烟者责任。感谢您配合。 Dear passengers, welcome aboard China Railway High Speed. This is a smoke-free train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，并按规定向国家、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征信机构提供铁路旅客信用信息。一、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，且危及铁路安全，造成严重社会不。